个是 P 哥，可是这有干扰环吸虫。三连转。哦，红猫。哎，不对，大马口。真体验。这一尾有干扰黄吸虫，处理一下。哎呦 ，OK， 流血总比被吸收好啊。马口，现在正坐在这个浮漂网上面呢，他们抓出来的。一个很多啊，一个都是多。像这种急流的话，比较急一点的话，来把木印改成比较松一点的铅，超过它的负载啊，这样子比较能够钓到大一条的鱼。这时候木印超重的话，它放下去水里面一定会沉。
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靠感觉哈来钓。好，主要是这样子，大小，为什么大小？这样子，水流在流的时候呢，它会跟着共振，共振完之后呢，它的饵就会变得更灵活，这样子可以诱发鱼再继续攻击。对，小石兵啊，有没石兵，这位也是石兵哦，还是石兵，石兵啊。石兵啊，还没长大，还很小条。鸡哥，小石兵啊。快快长大吧！大一点点的石兵，又是石兵。马口，
十斤呢。小石兵非常多了，赶快长大吧，小石兵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吴白啊。今天探索雨后的那个干溪的状况啊，很多地方都已经改变了，有机会再来继续探索吧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